幻笼罩我，一字未落，棋局已交错，纠缠的因果，灰尘宿命的漩涡，拖拽着我，已决定从此不再闪躲。是谁的身影呼唤我去斩断桎梏的枷锁？亲手点燃烽火，剑一笑，丝瓜上针一草，又何妨？这万千因果，且看着我闯入这几战场，饮八卦在手，冲破迷障，终局后唯有深藏。这里盗洞可不少，走去摸摸黄货。不是，你怕鬼啊？瞧你那个怂样，我们这一行的脸全都被你丢尽了。茅庐的菜女，不过两个小贼而已，我摆出下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大哥，别走啊！大哥，大哥，还跑？没想到这下面还有座古墓，
是个武将的墓地。哎呀，这里好冷哦。您最爱的神仙酿，现在您敞开喝，我也不会再唠叨。想着您忌日快到了，昨晚我就赶回了咱家。许久没人的屋子，分外冷清啊。也就师父您好这一口。三个月前，我遵循您的遗愿，下山红尘炼心。还记得山脚下的三炮和胖子吗？我现在和他俩开了一家古玩店，多亏从小跟着师父您看了那么多古籍，对古玩古董有所了解，再加上嘎巴拉能辨别。师父，嘎巴拉到底是什么？哦，传授给我一套神秘的修炼之法，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，我跟着这套功法修炼，不知在那片混沌世界里度过了多少岁月，直到我体内爆发出真元。没想到这番奇遇竟让我成为了一名异能者。师父，您曾说当年捡到我时，这嘎巴拉便挂在我脖子上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而我究竟是谁？喂，一哥，出事了。胖子，你看一哥像不像神棍？啊，确实像。卦象显示百川下有生命危险。啊，都怪我们昨晚不该爽约的。我回山顶老宅前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由你们俩陪初夏去追查盗墓贼？哎呦，我们玩游戏太入迷了，结果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。今早看到群消息里有百初夏发起的语音通话，可惜我进入后台也查不到它的准确方位。离卦为正南，胖子，搜索一下正南方位可有墓地。哦，确实有，在城南荒郊。我们走。四面环山，如梅花环抱，实乃梅花捧之处。此方墓葬地乃仙人之地。仙人没见着，盗墓贼倒抓住一个。好，一哥，刚才按照你的吩咐，我们在这四周查看，结果捡到了个昏迷了的家伙。刚把他弄醒，这人就磕头认错，说自己今后再也不盗墓了。昨晚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没见过。不说，你手上的手铐哪里来的？信不信把你关起来？别，我说
吞了。就是这里。老大逃走后，那女人追着到了这里，结果他们一起掉了进去。本想下去见见黄昏。卡巴拉在发射，看样子情况不妙。你们看好他，我下去找初夏。大可不必，这种英雄救美的剧情怎么能少得我三胖？我愿意守在上面。四胖子，说不定下面还能捡点宝贝呢。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胖子？我送你们的玉佩都带在身上吧。那当然，这可是保命的宝贝。怎么这么黑啊？你起开，你大爷别贴着我。男人害怕黑。孙鹏，别想我下次和你一起打游戏。哼，谁稀罕。等等我。一哥，接下来怎么走啊？别急。一哥，快看看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就在那儿捡的。得亏我火眼金睛。看这品相值不了几个钱。别拿墓室里的东西，拿了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对对对对，咱不能干盗墓贼的勾当。可是青宝阁这个月的房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急什么，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。跟上。我这可真冷。我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我怕黑。遇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机掏出来拍个照片。这里应该便是主墓室，大家不要随便触摸任何器物。这里怎么会有太极阵？看这规模，这个墓的主人不是王侯，也是将相。刚刚捡到的，看样子老值钱了。极阴石，别碰它。极阴石只会出现在极阴之地。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
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极阴之气，它能引发诸多异象。选择极阴之地落葬，恐怕是要让这墓主人永世不得转生。这竟然是寒武王朝时期的墓地。寒武王朝？那个传说中的？那我得看看。别动！哈哈哈，开玩笑了，这么重，我怎么可能推得动？丞相。又是极阴之气在捣鬼，还好一哥反应快。不好，符文镇不住他了。什么？给我光明铲，接着。是做什么法？寒气入体，初夏已经被极阴之气控制，要救他只能在极阴之地逆转法阵才能逼出寒气。一哥懂得可真懂。哎，当初我们也应该留在山上和唐老学学本事，可惜这些法术并非师父所授。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，有关部门赶到后迅速化解险情，并在现场捕获一名盗墓贼。据文物部门介绍，塌陷深处露出一座古墓，专家表明有可能是寒武王朝时期的古墓，可惜因受损严重还需进一步考证。他会不会……我已经用真元封印了他体内的极阴之气，但是必须在一个月内重新找到极阴之地逆转法阵，才能彻底逼出体内的寒气，否则我也不能为力。你们快看，极阴石。一哥说过极阴石只长在极阴之地，我们立刻出发去找这个阿明公。Thank you.
到答案。记忆现实别放，为何真相虚妄，日月阴则真心更长，以何指引我前进方向，告诉我手中的那道光究竟是幻，当年发现那个溶洞的阿明便在这个寨子里，请他给我们当向导，尽快找到溶洞，确定是否是极阴之地。嗯，若那个溶洞真是极阴之地，那你就有救了，配合阴阳平衡的太极阵，彻底清除你体内的极阴之气。你们各挑一根黄花梨木来解木，谁选的木材价值高，这张卡里的50万就归谁。